的时候，我就喜欢呢，教这个小小朋友，啊，小小朋友，小小朋友呢，他到三岁的时候，他的脑容量呢，就完成到80%。你有教他读思乎也者，子曰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苟合之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他的电线就变电缆线这么粗，以后呢，他就好像在建构高速公路一样悠游自在。大量的阅读可以提高，可以提高他的自学能力。各位，您知道吗？苏步青他曾经说过，他是我们几何学家第一把交椅，复旦大学的校长。他说呢，数学要好，语文能力是一切一切的基础，自然科学的基础在于数学，数学的基础呢在于语文。那所以说呢，语文就是一切基础的基础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培养孩子们博览群书，大量的读博览群书，到图书馆去，你坐下来至少看一本书，一天呢可以看个2本3本。他要有这个能力，我不要把我的孩子、爷爷奶奶，要把我们的孙子放在家里面，那个是我们要给他的是有能力的爱。我们可以带他佛堂读经班啦，我们可以用个全日班，啊，向后学，从礼拜一到礼拜五穿一个自工的衣服，到图书馆、到佛堂、到学校、到演员活动中心。我都很愿意带着我的孩子一起成长。后学的孩子现在已经大三了，他从5岁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呢，我们去学习，了越快乐，真的后学真的了越快乐，啊，也很感恩后学先生，啊，在一路那15年来，后学呢真的是不停，啊，而且呢，我们所读的就是圣人的经典，让各位勤学。让我们读圣人的经典，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棒的加持，简单明了，吸收，啊，又记得牢，又好用。你走到哪里，人家呢都对我们非常的赞叹，我们的面容会改变，彬彬有礼。我们到凤翔国小，我们跟校长借视听教室，校长他非常非常的乐意。你们这群人啊，慈眉善目，我们非常愿意。新的学校，新的规划，那个视听教室是多么的棒啊！你们这群人，副会长，你们太棒了。那一天呢，我们在讲座，还有一个奶奶姊妹，她上来分享，说呢，啊，有那个眼睛啊，眼睛斜视的啊，读经读到好了啊，还有那个心脏说要开刀了啊。同一年都不用开刀了啦，哦，或许听了都蛮感恩的，点滴在心头。如果是我是他的父母，我是他的亲人，可是我都不是，我是一个爱好读经的推广者。今天我听到这样子，后学真的很震撼，很感动。啊，所以说呢，后学说，那个起跑点呢，就是当下，即知即行。希望呢，今天我们这一场志工特殊训练的研习，能够让我们呢再度出发。好，我们顶着我们老师的法宝，啊，我们再次呢，我们可以走遍有华人的地方，把我们圣人的智慧。把净土改变的奇异自现，哦，就是呢，我们即知即行，就是呢，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呢输在起跑点上。那我们看为什么现在大学专校这么多，培育不出呢社会界所需要的人才？为什么很多人啊都找不到工作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有人知道为什么吗？是不是我们的教育出问题了？我们的孩子在2019年的时候，天下杂志就有做一份的调查，有一半的学子大学生，他呢，他没有一个典范可以学习，没有一个社会的典范可以去呢，就是爸爸妈妈。
是我们要给他的是有能力的爱。我们可以带到佛堂读经班来，我们可以用个全日来，像后学从礼拜一到礼拜五穿一个自工的衣服，到图书馆，到佛堂，到学校，到演员活动中心，我都很愿意带着我的孩子一起成长。后学的孩子现在已经大三了，他从五岁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呢，我们去学习，了越快乐，真的后学真的了越快乐，也很感恩后学先生，在一路来十五年来，后学呢认识不平，而且呢，我们所读的又是圣人的经典，让各位前贤，让我们读圣人的经典，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棒的加持。简单明了吸收，又记得牢又好用，你走到哪里人家呢都对我们非常的赞叹，我们的面容会改变，彬彬有礼。我们到凤翔国小，我们跟校长借视听教室，校长他非常非常的乐意，你们这群人啊慈眉善目，我们非常愿意。新的学校新的规划，这个司机教室是多么的棒啊，你们这一群人是我讲你们太棒了。那一天呢，我们在讲座还有一个奶奶吉大家来分享，说呢有那个眼睛啊眼睛斜视的读经读到好了，还有那个心脏说要开刀的啊，读一年说不用开刀了啊，后续听了都蛮感恩的，点滴在心头。如果是我是他的父母，我是他的亲人，可是我都不是，我是一个爱好读经的推广者，
放了那么多台 CD， 哎，没有想到说孩子表现给他看呐、啊，哦，表现给他看呐、啊，小朋友的智慧啊，沟通啊，智慧慢慢越来越多，句子慢慢越长，而且呢，大人讲话他不是听得到，他是有理解力听得懂。各位师资们，你们知道吗？或许现在在这边讲话，你是听得到后学的声音，还是说你能够听清楚，你能够知道后学讲的重点在哪里？这个才是重点。自然科学要好，数学要好，数学要好了，你就是语文能力要好，因为你要解题，你要听得懂，理解力要好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就是要大量的阅读，好，因为13岁以前呢，记忆力是最好的时候。那学龄前呢，就是说还没有上小一之前，更是黄金的一个时期。那我们如果像我们以前读啊，天那么黑，风那么大，爸爸捕鱼去，为什么？Yeah.
轻轻松松的学他的专业科目，不是吗？国语要学，有很多都是不要学的，去学校互动就好了。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潜能，语文本来就是我们人类的潜能。如果这个孩子他出生在日本，他三岁呢，以后哦，日本话他就完成了。如果他在美，可见呢，我们这个大。
军在行军一样，啊，老师走方法，啊，就这样子，那孩子他们有这